我们上看到这山药树，规丛是开着满满的山药花，这款的花开盛况是最近几冬来上暗的一边。花开了暗，那是讲起过路过关，有过今年山药将会大丰收。咱目前哦，咱台南这边的迄个山药花开的情形，看下结果率是袂歹。所以大家预期可能今年的产量会增加。豆粉期的时候它比较不缺水，就是讲你天气若较好，咱山药花咧开，尤其吼即马拢是东北风，吼你若山药花咧开的时候，若阁撞到南风，伊的山药花会缩去。所以目前吼，气候真顺，应该今年的调果都看还算袂歹，一定听农民咧讲，今年会算大开花。佮目前正是山药开花佮授粉期，恁都有够会助长着开花，雨水少卖减少着山药花来湿热，连带卖雨结果率来提悬。不过进入生长期的山药嘛，袂当完全无雨水，现在咱台湾来欠水，但是无落雨将影响着山药粒头佮品种。在结果期的时候，那个雨量对那个开花的情况哦影响不是很大，可是后期假如还有缺水的情况，可能就影响到咱山药的迄个果形吼，会大细粒，所以嘛希望讲后壁天气较顺的时阵，山药若调果率袂歹的情况，会当加减啊落雨，让咱的果粒会当较大粒。最近落雨偏少，水情正佳，山区的山药花来大开。现在有个山药会当大丰收，佮伤过早，因为山来去的环境气候仍是佮有变数，是毋是丰收佮爱做观察。蓝天新闻台以下三雄采访报道。